看有 Sunrider 仙妮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好的，今天的节目是一个专题啊，特别节目，所有的参赛者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新人王。提醒大家啊，这是我们金头脑的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下个礼拜呢就有2015年的新人王又开始啦。啊，大家要好好的支持啦。好，目前呢，哎，很惊讶，我们的第五组已经晋级到下一关了。有什么好惊讶的？啊，不，啊，一点都还是很惊讶了哈。但是呢，剩下的一二三四组啊，我们还有机会了。来，珊珊呢，接下来带来这个产品呢，哎，喜欢音乐的都会注意的。没错，接下来这组商品呢，我估计所有的这个新人王的小朋友应该都会比较了解。一个呢是香炮，也就是音箱。但是呢，它是无线的，所以它有蓝牙的装置。如果你把它充满电之后呢，它有6个小时的待机，无论你带它去海边还是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它有 SD 卡的小插口，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歌曲的话，你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放里面也是很方便。再加上我们另外一个商品，也就是这款 LED 的 Shaper 的耳机。大家可以从画面里看到，它其实是发光的。它整个这个耳机，不管你把它插到什么设备上，它整条线都会发光，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晚上使用它的时候，非常好看，连手机、电脑、电子设备都没问题。所以，请大家猜一下，这一组 Shaper 的电子的三炮，再加上 LED 耳机的市场价格是多少？请估价。哎，这个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在我们录影节目之前，我买了一支，我很喜欢这种 Bluetooth speaker， 但是呢，市面上有很多很不怎么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好产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来，参赛者，请估价。我买过哎，要不要问问我？1000块。我知道哎。来，马上要看看第五组又怎么样，就是要参加了。来。第一组，我们先来看他们估价的状况是怎么来。第一组估的价是435块2.9毛。来，其实呢，这个价钱是非常让人心痛的。我们应该心很痛啊。我蛮纠结在这个答案。那是，刚才是谁写的？我们生存的。他的 idea 呢，大概就是40块左右。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喜欢买的女生，应该在后面加个。你的这个逻辑，我虽然我是这个白人，但是你这个逻辑我是完全听不到。435啊，有没有买过这种蓝牙的 speaker？ 有没买过？我有在采买这种蓝牙的耳机跟 speaker，那大概我个人认为是40，但是因为我们的默契，我们最后要加个零来证明。虽然这是一个好产品，但是我觉得那个距离，你是一块钱的那个没有战术是吗？它是零的战术。要看看其他参赛者，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有一点距离啊。我们先看看第二组。好的，我们是192.99块。啊。这个哎，比他们低了一点点的，因为我们比较没有他们那么有钱，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比较这个弱，是就是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了，买不起。哎，对，凑一对，凑一对在一起。OK， 我们都知道 ，artist 还没有红之前都还蛮穷的，都这样。对。好的，我们现在看看第三组，赶快转过来啊，两位美女。来快了，写字很难啊。265.10 $265.10。我觉得这些interesting，通通都没买过，应该通通都没买过。你有没有买过这种蓝牙 speaker， 琪琪？我买过耳机，但没买过。耳机你买过 ，speaker 没有。我会觉得应该做音乐的，应该都至少要有一支吧。那个我买过。这个那个台上那个啊，就是那个，可惜啊，所以你们都不问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要不要跟我买这个答案？1000块，1000块我卖你了吧？怎么样？好了，第五组休息一下了。如果我是第四组，我会用一个很特别的策略。来，第四组，我们看看你们的答案。哎，我们是分析的，所以我们有吧？那个音响大概是199.99，耳机大概是20块，所以方便加热。加起来大概是21.99，21.99，特别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便利分析。肌肉的朋友，好特别，好可爱啊、哦！
可爱的，但是需要帮忙啊。第五组来，你们就估价一下。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猜，不用写了，就用讲了。如果是你们以参加比赛的状况，你们会拿什么数字出来？他估多少？那就最低的192，来快点。那就一最低的192啊，198。198。我觉得他们这些真的，我们又赢了，真的完全没有希望。一点都没。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猜1块钱，因为有可能通通都爆了。但是你们都觉得，哎，差个1块钱就行了啊。别人猜199，那我猜198。要多看节目了。来，你的话呢，蕾蕾，跟我一样1块吧，1块，好吧，1块，好，聪明了。珊珊呢？我猜他们全部都爆了。我是觉得我们幸运王小朋友真的很舍得在这个音乐器材上面花钱哈、哦。嗯嗯。确实有爆的，可是真的也有接近的。哦，真的吗？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组 Scepter 的 Sound Pal 加上 LED 耳机的官方价格是多少？198。差一点，198是我们的第二组，198啊！哎，不错，第二组晋级到下一关了，恭喜恭喜！对，你们差1块钱，哎，好的，这个第一组、第三组跟第四组啊，你们还有一次机会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购物女王在介绍下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们真的要仔细听，要仔细听，要仔细听啊，因为有些 detail 是很重要的。好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购物女王珊珊，接下来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产品？哎，这一组商品呢是家庭最常用的调料组合，而且是来自于我们非常好的品牌，是金兰，有80多年的这个品牌历史啊，而且做工非常的精益求精。那下面请大家猜一下，我们这两款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刷头的辣味烧烤酱，所以你家里在开 barbecue 的 party 的时候呢，你直接把它倒过来刷在肉上，非常的方便，而且刷完之后不需要再添加任何别的调料，非常的万用啊。所以大家猜一下，这两瓶金兰辣味烧烤酱的市场价格是多少？请估价。好的，这个马上就要进入状况了，来，参赛者请估价。这个、我觉得第一组应该有，因为我知道新手他经常做饭啊，是吗？对，好吧，而且做饭很好吃。好，猜对了，猜对了就要不要让我给我们吃，太我失望哦，快点，猜对了就。如果你们猜最接近我们的原价，但是没有爆，这两瓶就送给你们。好，接近但是没有爆就送给你们。来，第一组你们估多少？我觉得这种比较难，因为呢不可能是像那种1000多块的哈，所以大家应该都会蛮接近的。来，赶快，八，两瓶八，8.2是吗？啊，要不要再加一个零啊？不用了，哎，就8.2就行了，好吧？好的，来8.2，好吧，好，那就$8.20。来第三组，你们猜多少？13.58是吗？13.58，对，天使币。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好像这是加过税的。也许吧，加税啊，加州的税是很贵 的。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最后呢，第四组啊，哎，他们还是用他们的 discount。12.99，但是因为现在快要那个暑假。暑假的 discount 吗？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开始有 discount？ 我们是市场价吧？好的，最低的是8.2 $8.20，最高的就到13.58。我们现在看看正确的答案是。没办法告诉你们正确答案，因为全部都爆掉了，请大家重新估价，没有这么贵哦。重新估价了，你们都没有用我的策略，每一集都没有人听我了，来。好，来参赛者请估价，再有一次机会了，快啊！好，马上就要看看我们的第一组的第二次的机会，来，我们看看，你要赶快说出来啊！机会已经到了，机会已经到了。这一组，我就一开始就说这两个是最没有默契的，哎，就每次都吵了。好，6.5 $6.50，第三组。5.25 $5.29 第四组 $4.99 有没有更接近一点？好，有没有接近一点的？珊珊，我
我觉得那个第一组哈、啊，是不是一开始 Sam 写了个五，然后你改了？啊、大陆有句话叫“败家娘们儿”，不能听你的，每次都被你改错。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个两瓶辣味的金兰烧烤酱带刷头的市场价格是多少？5658，恭喜第三组，第三组晋级到下一关了。不错不错不错，送给你啊！啊，直接就送给你们，下次煮饭的时候呢，还是煮给我们吃。来，这个恭喜我们的第二组、第三组跟第五组晋级到下一关啦，有机会可以获得高达1000元的这个奖金呢。很可惜啊，我们第一组你们没有过关呢。我原来是对你们最。其实没什么大希望了、啊、我希望你们可以 prove me wrong， 但是都没有了，有没有很难过了，真是有一点啊，下次就找一个不同的办法哈、啊，比较有机会。好严肃啊，弄得我好紧张啊，他一直都这样。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是你最严肃的，没有他一直笑着，你一直都是这样，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没有，他一直都是这样。好吧，祝福你们两位了。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四组啊，很可惜啊，你们也没有过关了啊。但是呢，哎，今天还是玩得很开心吧？还不错，开心还不错啊。这个最后呢，这个电视机旁应该很多支持你们的朋友，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一下？谢谢你们的支持。回家吃饭。用唱的，用唱的，用唱的，哎，这很好，用唱的，来，一二三。谢谢你们的支持。哇，又来了，又来了，就是不放过了。好，再次谢谢第一组跟第四组的参与。Yeah, yeah. 来，第二组、第三组、第五组，你要好好的加油。先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金头脑。中国向全世界介绍了许多养生的运动，请问以下何种运动不是从中国来的？一、气功。哦、oh, ，哪一个不是中国来？不是从中国来 的。你们只有一个答案。不是，不是，不是中国来的。目前只有一个答案，所以你们可以猜气功。我们先猜第二个好。你们不知道。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可以这样讲吗？你们不知道答案，你不能讲第二个，要讲一个答案。第二个。第二个。冠名赞助 Sunrider 仙尼雷德，荣誉赞助 Sc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许氏森业集团，金兰食品，长荣航空，感谢特约伙伴。